传统口味手撕盐焗鸡，新派口味手撕盐焗鸡。比较老的鸡，我们撕呢，我们怎么撕呢？啊，这样切下来，啊，这样切下来，一掰，掰出来哈、啊，这个，啊，这样一掰，你看啊，爆汁吧哈、啊，啊，看到吧，汁水，汁水饱满了哈、啊，啊，我们可以直接。给顾客这样砍，放在这里，这个鸡胸肉一条一条的，用刀轻轻一拍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鸡皮到底它脆不脆。你看呀，有鸡皮有这么 Q 弹的吗？就是我们这里的下山猪鸡还有这么 Q 弹，撕都撕不烂的，它怎么不脆呢？这个呢，我们撕的不要撕的太干净就行啊，不一定撕的太干净啊。这个呢，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呢也是可以这样啊，放在一起。传统的手撕盐焗鸡是怎么做的？准备一点花生、芝麻这些，我们打碎了啊，打得比较碎。啊，都少一点没关系哈，给一点点的葱花下来，一点点的香菜末，盐焗鸡粉，它本身有底味的，鸡粉、味精啊，搅拌均匀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口味手撕盐焗鸡。现在的新派的做法，蒜蓉下子，小米辣。葱花香菜的全部给它吧，啊，放一点点的香油，放一点点的花椒油，生抽下来，辣椒油，发财的双手搅起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了。